哎呀呀，真是太好了。此事你怎么看？我很愿意。这个提议怎么样？可恶！请你也听我说几句吧。这种劝诱的方式很难有诚意。我会让你好好尽兴。完全不行，简直对牛弹琴。哎呀，那样让人心中不快吧。你可要多加学习呀。元宵犬马之劳。